各位大德，各位爱花的菩萨们，大家好，阿弥陀佛。今天的那个作品呢，我们将以一个蛮特殊的一个花器啊来做这个插座。啊，我自己个人在学花的过程中呢，对于青铜器可以说是情有独钟啊，因为我们知道呢，虽然这是一个仿制的，但是就是因为它仿制过青铜器经过历久弥新的时间之后呢，借由铜所产生的一种铜绿铜锈所产生的一种绿色的那种淡绿的色彩所形成的一种很美的一种感觉所以这依然是一个仿制的青铜器，它呈现出来的那种色彩呢，就像玉一般的漂亮就像我们的那个玉一样的那种色彩的感觉。然后青铜器呢，一般来讲它都会具有一种蛮端正的一种优美的意象然后呢在青铜器上呢有时候会雕刻一些铭文那这些铭文呢也是在我们在做古典的文化或古代的一些历史的考证的时候非常好的依据。那除此之外呢，青铜器上的纹饰呢也非常有它的代表意义。